哎，你换你干面条来。嗯。我买点菜去。要是那那儿吧，干个面条煮煮下炒炒嘛，炒面。我当个矿，我就来屋里。炒面我就洗洗菜。洗完你再豆。我下去洗洗菜。豆条来。不豆钱。洗洗洗豆条。我叫过去的。嗯。咋能给你一两米？啊。我贵咋样？啊。我贵呢啊。不贵。啊。不贵。对。啥块？啊。啥块是？啥块是？嗯。切成栗子吧，栗子，栗子栗开这个不是？栗开这个炒的好吃吧？嗯，它切的细细的，你这个切的细细好吃。切成栗子的不是呢？栗子是切成细的了不是？切的细细炒出来好吃。 你需要吗？嗯。需要那两个钉子，要不？大狗吃了就算吧，要不？大狗。你剁了吗？剁了，剁了，算了，不算。 一会儿弄小火锅吧。嗯。一勺糖呢？ 一勺糖拌上来吃吧，可不少啊，面条可不少。有脏吗？脏多啊。多啊。那你拌一下来吃。多吗？啊。正常这个面条好吃呢。这个呀，要不把油抓出来，不好吃。 这啥油好吃啊？咱油不是油味吗？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头条号“弄虫阿凯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